开，冷静。我宝宝都没出去，你别激动。你这又是开三波，又是开什么？我现在慌呀，真的，就一个猎人，不可能开两只吧？主手不是毒，时间到了，那个是封度，主手是不屠毒的，盗贼大本。哎，哦，有个大本，他没拉回去，我的。啊，好了，我就往前走了，宝宝。你看，他现在不慌了吧？可以了，开了吧？引荐，三点预警更新吗？最傻逼的，最傻逼的，看看最傻逼的。我放图灯开一下，法师开一下回击。东西拉着 A 了吧，傻逼战士。虽然有，也不考一下吧。让我东西打在左边。风感觉我东西快快要翻车了啊！东西，如果要爆炸的话，一定要走，啊，一定要走。啊，这打不掉了。狂暴，狂暴瓢。哎，小怪。最后一只了吧，现在，嗯，就上靶了，上靶往前走，别超过星星。没带狗皮。1906，你这个。我带了强舅舅。刚是奶的问题吗？我有死钉吗？加不上，有点快，我操。有死钉不需要狗皮。有死钉的还需要狗皮啊？死，强制者 AP 太高了呀。有点奔放啊，有点奔放。48的一批，远程吸金，远程吸金，先站回来，先站回来。在脸上了，我开了。别开，别开，别开。两分两秒，开吧，开吧。恢复的。来来来，往回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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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超过 T 的仇恨，别超过 T 的仇恨。看星星的位置，远程。哎呀。完了呀，这跑快了！萨满，萨满链子拉好，拉好，别让他死了。今天实在有压力，吃大佛，吃个小三抗，保住自己的双包又不香吗？没这台子的，你拉了个屁！这链子都快穿断了，还没人奶。远程堆的孔一下呀，这个东西打在竹条的。哎，大帅，你需要回去洗盾吗？退，爆炸。等会那个不会暴毙吧？不用洗，深层方面有没有问题？这是仇恨。怕他暴毙了。数据谁啊？哦，陈信宏和那个欧燕。OK， 陈信宏、欧燕。欧叶也被新 buff 了，小问题。哎，法师打寒冰剑呗。法师看着打啊，还有别续杯啊，别续杯，冷静啊。会被砍的朋友，美男子去右边开怪吧。来，恐龙，恐龙小喵喵，你去左边给这个叫606的 T 方块 T 绑个石头，然后陈静红给自己绑个石头。然后恐龙小喵喵去左边定个小鬼，恐龙小喵喵，然后随便杀你去，所有人刷套 buff 吧，随便杀你去右边定个小鬼，去右边定个小鬼，然后给那个美男子大饼 T 拉个石头，然后欧叶给自己绑个石头，居然不是第一菜，嗯，真的是弹幕，真的是他妈张口就来，然后云丹两米线和，你知道作为一个盗贼能打到这里。跟第一名的狂暴战差这一点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红剑不摘了吧？狂暴战打圣皮还他妈菜，要摘吗？他们几把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不用打，不用打，啊，不用不用换红剑，不用换。所有的萨满啊，在你们的位置的地方都插一下你们的那个风怒和大地之力啊，风怒和大地之力，然后1234135七左246861，要不？
这个电杀，哎，电杀，你开始电吧，死奶了你就奶啊，电杀。一三五七左，二四六八右啊。左手不能上磨刀石，妈打完双子，你左手上磨刀石，你打完双子怎么办呢？左手不能上的，这不左手掉了。我操！所有的盗贼，把你们的药吃一吃，然后把你们的毒下一下。主手不用涂磨刀石啊，主手不用涂磨刀石，把你们的副手换成磨刀石就行了。主手是有那个图腾的，然后右边是一会王叔叔开，左边是谁？左边陈信宏啊，来奶妈往前上，奶妈往前上，一三五去走，是左边的啊。联盟倒可以涂一涂，部落没必要。跟上来，跟上，别在后面 sell。六哥给你插个师傅吧，我也。哎，怎么还在打封建啊？把封建换了呀？会不会玩？来，准备了，到我救一下，救一下，看有没有人不在，不好意思。都在吗？都在吗？606在吗？来，倒数321，开，出始开。我这暂时为了毛伤害封建都不换，太牛了！直接往回走。这边有个直接打旋风伞啊，有个小虫子，别人把他打了，快！小虫子，那个大的我捡的。小的，左边的，打树梯，左边的。奶好。来，奶好606的血，别让他死了。这边的法师啊，所有的法师啊，看到中间有606太远了。来，所有的战士，打一下旋风斩，旋风顺劈，不用打英勇了。法师中上一小怪，打一下。大蓝符文可以吃了。怎么他妈的刚刚在看我呀？还好他妈有消息，这波就灭团了，我不是灭团，这波就调位置，别上全了，等下调位置，别上全了。来，大饼调回位置，调回位置，远了吧，606。照月亮的血，爆炸虫躲一下，爆炸虫躲一下。法炎怕 OT 打虫子吧，就打这个大虫子就行了。搓寒冰剑，搓寒冰剑打虫子。爆炸虫躲一下。606，刚好606的血。战胜死了吗？还是死血？没死，一丝血。都不会躲他妈虫子的吗？哥。靠，这个是呀，这里战士他妈的别打英勇了，所有人打顺劈，会打顺劈吗？他妈的，毛的毛的飞一个虫子就没了，啥呢？曹队长多想要炸弹了，可别可别，这边有个骷髅打了，606，你为什么要拉这么远呀？回来点。在路上别打顺劈啊，在 boss 脚下打，我看一下你的实际的位置。战地不是对，王叔叔补，606。是的，奶妈大蓝不是。把能量卸完再走，到底打这个 boss。可以，这位置可以。兔兔，你 OT 了，兔兔，小心点。来，战士，打，旋风顺劈打起来。300，记得插你们的图腾啊，关键的。这么多狂暴战，爷他妈不给 BOSS 上破甲。路上别选，其他的随便点。兄弟们还是他妈挺牛的呀！战士踢的血，再刷那个。右边奶好，美男子。我有封建的呀。边跑边奶，给盾，刷好陈金红的血。
小心会蓝，哥。萨满，你们的图腾要穿了，该补了。这波延迟传送了，这波伤害毛到了，也不是毛到吧，这波打到了，怎么能用毛呢？对不？秀一下，你把前面的牛跟上，所有的战士来打冲击，旋风，别打英雄了，看好六十的血，快点刷一下他。血的今天自己打不对。来那个。接着奶吧，接着奶吧，不都换奶，切奶，切奶。这边死了个萨满，我给你拉到四队去了，帮忙穿下图腾。蓝猎没 buff 了，小怪猎人。哇，不是，我带着方方从你的快打得头晕了。刷月亮的血，刷月亮的血，刷月亮的血，先刷月亮，右边刷大点。别超过大饼的成分啊！大饼只是盾，最近准备补啊，下关了。陈星红的血，刷好66的血，这波走稳。旋风圣劈，旋风圣劈，看着点仇恨的啊！战胜你的仇恨。我都别走，战胜可以清一斩，一剑可以清一斩。腰带。来处理虫子，该下线的下线吧。哎呀，怎么又是这腰带？我操你妈！来结账。哇，这么牛逼！我感觉我要翻车了，我好久没跳怪了。救一下十二萨满，然后萨满不用付费了。十二萨满。前团，你现在是被直播的。我有多久没跳怪了？下线保 buff。哎，怎么看自己的？我也扣好弹幕，准备碰他，踩着眼，怪都不会跳。重生，有重生的萨满打个一，有吗？哎，快给个灵魂石，稳一点。没有灵魂石，没有灵魂石，没有灵魂石，快去！哎。啊，恐龙小喵喵，你有灵魂石，那你给他绑一个吧。我都走了，哥。那不用给，不让你绑自己了。不用给。你给星星一个灵魂石。恐龙小喵喵，给星星一个灵魂石。一队的萨满1-1，在你脸上。有药的话下线都可以保了，有药的话下线保。还有5分钟，没事，他5分钟应该差不多了。他可能还要跑一下尸呢，不着急。我只要翻一次车，一级级别那个，跟那个准备上我号啊，别浪费时间了。那你尽量吃药之前翻车啊，你别吃完药。这个 Marvelous 就是不干胶，因为转服了，所以把 ID 换了。这个就是不干胶。我现在下呗。可以，小喵牛逼。把帽子隐藏了，其实还挺帅的，给你们看一下好吧。然后把封剑换上。
怎么说，帅吗？今天到哪儿了呀？喂，这么紧张吗？现在到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到了，已经到了。哎呦，别吓我呀！现在，我要刚刚上线给你们换装备的时候，猎人开怪成功把我残过去，肯定大喊一声，被那个三号，我人没了。人品小，已经要随 CD 就好了。猎人是不是工程？我猎人是啊，一直是工程。那个猪猪引擎装置，盗贼很帅呀、啊。问大哥给我做。亡灵他妈就是最帅的职业，好吧？谁个职业有他妈亡灵帅？好买四十斤一个，你还找人给你做，真有意思。就是。带着怪来回走。这都懒得做，我都。这种人。啊！大哥说他会做，我问大哥这弄咋来？大哥说我会啊，我全工程。什么职业能他妈跟？能跟亡灵比帅，这个要猪猪分支才能用的吧？牛头人他妈就是憨肥，只要是工程，二百几吧，我记着。有那个跳怪的话，能省大概两分多钟吧。你说的太深了，他听不懂。来个六，我阴阳了啊。要不然你等药水这个时间，就是我经常是等药水这个时候，就是那什么，那个就是巡逻那边怪又走回来，然后你还得等他位置，然后才能那个吃药再进。嗯，我现在就再等他走回去就好了。你跟我说这他妈是帅。你看一下他自己，你看一下你自己的脚趾头，你他妈不感到羞愧吗？接下来三十秒吧，我直接开好了。灵魂是好的吗，哥？怎么样？给星星绑一下，星星绑一下。还有十五分钟才能。太憨憨了，牛头太憨了。六十几年代没有血晶。偷装备吧，在这偷装备。偷装备，我已经进去了。你们说能开了，我就直接开了。我们不敢说。不，你们装备脱好，说能开了，我就开了呗。别他妈赖我们。不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直接用宝宝开了。我先跑到角落里面，免得把你们拉到外面了。牛头吸三套的时候还挺帅的，这还墨迹吗，兄弟？基本没停过。牛头全靠装备，因为他骨架大，穿七三套牛头挺帅的。但是我觉得七三套我比较喜欢兽人。七三套还挺帅的。哪里可以看牛头人穿七三套的效果？百度，百度可以看。哇，我们这么多人没 buff 的吗？太惨了。
兔兔不应该啊，以前的法系第一现在沦落到哪了？好的好的，你算了吧，等一下吧，在救援呢，你想多保几分钟就多等一下。这个本儿吃的泡椒牛蛙比毛伤害加炸酱面。哎，兔兔 buff 在的话应该可以毛伤害、哎、他现在其实12尺秋在哪儿呀，我怎么找不着啊。那你看他装备，你再看六六这法师啥装备。嗯，我现在第几我不知道，我中间掉了两波，有两波小怪我没找。你第五。是总体吗还是法系？总体啊。法系第几？法系第二，兔兔第四。人吧就人吧。我他妈有一波分裂那个小虫子没找，然后那个公主前面有两波小虫子没找。应该看着骷髅标记啊，跟着他拉着。四万到五万的伤害吧。今晚应该会玩玩别的游戏。想去找点新游戏玩一下。原神不知道好不好玩，好玩吗？我点门吧，你们继续救人。先把术士给拉过来吧，把陈信红随便杀，欧叶拿过来帮忙点门吧。哦，一二队的上吧，开始拉人了，术士都过来了。小恐龙拉陈信红，欧叶拉随便杀。别刷梦幻了，梦幻不玩。都拽过来吧，术士。上线吧，今天吃饼小战那种太老的游戏都不玩，想玩新游戏啊。附魔出了一个叫超强敏捷，他会吗？超强敏捷好像是没有。那恐龙拉一啊，欧叶三四，陈信红五六，随便杀七八，来上线拽人，上线拽人，都上线。点门点门，都帮忙点门。来帮忙点门啊，别滑，点一下门，都点一下门，都点一下门。哎，今天三次搞完，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都没我，休息了，中秋玩去了。不光没你，谁都没有估计。他们几个还在吧？我本来准备想见吉星一面再走的，但是阿乐把吉星说的太恐怖了。点门点门，都来了就帮忙点一下门，来了就帮忙点一下门，快快快，兄弟们！起 buff 啊，起 buff， 起 buff， 队伍齐了直接 buff 起。拉回去。再拉了，再点门了。撸啊撸卡牌，国服出了吗？没出吧。国服出了再去玩吧。点门点门，都帮忙点一下门，除了有蓝直接要回蓝的，其他不要蓝的快帮忙点，早点到早点到。三杠，我是三杠几啊？到了不必抢三杠，不必都不必，来把 buff 补一下。老一装备还有49分钟，三杠一，五杠五拉一下，还有二一杠二，到了吧？还有八杠五，到了就拉一下。还有三杠一，
快，三个兵拿一下。后面的门点一下，紫灵这。哎，魔兽 RPG 吗？今天晚上？怎么说？搞不搞？哪个法师屌呀？那个呀，你吹的那个。都过去吧，吐槽过去吧，他仇恨高点。他。没 buff， 所有的 OT 组、啊、先刷 buff， 先刷 buff， 有 buff 的就可以过去了。OT 组去跟着紫灵去左边，术语力量圈就去左边。buff 先刷 ，buff 先刷，爪子全单都有啊。然后二队的智力、五队的智力、六队的智力刷，七队的耐、八队的耐、七八队的耐刷。五队治理，六队治理，宝儿给相关刷一个，可乐给亮流亮电疗刷一下。我操，这个字念。怪物猎人，怪物猎人不想玩啊。可乐，你人呢？原神氪金吗？不氪金不玩。火法都去左边。L 法要在人群中蓄是吧？可以可以，都行。悠悠是什么天赋啊？奥宾，可以。老是玩 CF， 刷好三个。这个电脑没下 CF， 三个标记 T 的血，没什么别的。一棒，一棒王叔叔，二棒方块，三棒我们看着打啊。说着玩的，怎么可能不氪金不玩？都在吗？巨氪金，这么离谱，感觉挺多人玩原神的呀。不是手机游戏吗？怎么电脑上怎么玩、啊？电疗咋的？三张的，就主机有电脑互通的。发补齐的，祝你只能耐你。五队上来怎么了？好的好的，这个 OK。那怎么说？哎，等会看吧。如果原神看一看，看看原神的介绍，我喜不喜欢？下马喜欢的话，那就云游小香油，走你。今天第一波可以不打，看好比男子的平衡。不打是不可能的呀，宝贝。欧弟组能欧过去吗？欧不过去，一棒让美男子吃。美男子，美男子应该是一棒的吧？六零六准备二棒啊！消失盗贼，不消失人没了。MZ 消 ，MZ 消。我有闪避，我根本就不慌。消了消了，六零六平砍平砍平砍，陈星红使劲往上打，平砍平砍，可以不平砍，就盾挡就行。对对对对对，陈星红加油，能打上去吗？二，不行的话战胜要消。上去了 OK, 上去了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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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六零六，我操，完了完了，悠悠能打上去吗？所有的那个战士都去右边吃，都去右边吃，都去右边吃，除了 T 啊，除了 T。我卡了，刷血刷血，除了 T 啊，除了 T 都去右边吃，都去右边吃。去青城，下一棒回中直撞，板个么么哒，没吃的话就去死。右边吃，你妈去左边怎么是命病啊？板个回中直撞，看好刷好月亮的血，刷好月亮血，帅有什么用？去右边吃 ，MZ 去右边吃，去右边吃，右边右手边，对右手边，对右手边。美男子接下一棒 ，OK。下一棒，接下一剑呢？打到百分之二。啥鸡巴 OT 组啊？现在没 OT 补贴了。使劲打，使劲打，所有的金蛋国使劲打。OT 组确实不太行啊。疯狂打，疯狂打，疯狂打，疯狂打就完事了啊！我知道去右边吃呀，我不着急的呀。打云南两米线，下一棒去右手边，云南两米线。根本就着急。刷好高三角的血，开技能。大三角开技能就七千的血，好名字的战，好名字战爹去右边吃，六花肉去右边吃，没消失的话就去右边吃啊，六花肉。打下去，打下去。刷了两米七的血，刷了两米七的血。折攻。那个，别，脚底下还有东西。
脚底下还有东西，我操！散开点，散开点，散开点！妈的，不愧是圣啊！你应该这把全程第一应该是我了，应该没有人打得过我了，抢不回来。所有人下线吧，下线。这波奥罗我打得挺好的，这波奥罗，这波奥罗，敌闪避了很多那个击飞，然后消失青雷的仇恨，这把伤害打得很高。定你包了吧，大哥，三姐。OT 组比我高，我帮你装不下了。OT 组比我高，一个造神火，59000的造神火比我高那么一点点。近战已经被我甩开了，这波近战被我甩开太多了。好多也怕不成，下线吧，下五分钟线吧，再线再上到门口吧。下线啊，都下下下下全下，下线。救一下肤浅，肤浅没人救吗？还是没起？哦。跑十了，哎，没吹牛逼环节了，跑十就跑十不行。哎，先去看看原神，有很多是有 buff。斩杀之光，这个。哎，算了，我看他们说的东西还不对，要诸葛缓一缓。是为嘛？继续去，感觉有点冲动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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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凭啥冰装药水就死我？兔兔，你干嘛去了？兔兔，你对吗？存着，存到巫妖娃就跪了。我坐飞机，我坐飞机。哦，你这还能送到哪里就完事了呗？感觉风评好像不是很好呀，感觉风评好像不是很好呀，兄弟们。你妈一说要冲，就感觉都在劝，全在劝，都在那劝，你知道吗？黑水近战吃个大的吧，黑水近战吃大的。白嫖不好吧？先去白嫖不试一试。我就说一下近战的站位啊，那个月亮标记是火车怎么去？肤浅你就跟着月亮走就行了啊。火车怎么去？你大概在11点的位置啊。然后紫菱好不好玩不重要，但是呢，给我们然后。六花肉，你就全程跟紫菱重叠。好不好玩不重要，但是呢，星星是帅有什么用？帝王花跟他，三角是 MZ， 然后板哥跟他重叠。大饼是谁啊？大饼是好名字的战爹，然后剑胆盗贼跟他重叠一下。好不好玩？我不知道。方块是战胜，弯腰蜡菊花跟他重叠一下就行了。所有的近战被点了一次，没有那个自然抗的 buff 也能补一下，可以补小的，补就行了，别忘。先来一个海胆恰恰，先来一个海胆恰恰，先搞了一盒海胆来恰恰。MZ 在吗？帅有什么用？在吗？上线了呀？干嘛呢？去他直播间喊他一下上线了哦。妈的，吃海胆！我操！算了，来刷 buff， 刷 buff， 刷 buff， 都刷 buff， 还有人没 buff 的，一队的 buff。萨满的 buff 刷一下。云南两米线的 buff 刷一下。云南两米线、横冲直撞，还有606三个外面。板凳啊！都到了没？安抗，牧师把你们负责队的安抗全部。然后左手边的就可以在这边等了，右手边的接着想去了。一会王叔叔进去以后，你要的香瓜和蓝丁水墨跟着他后面进，奶住他，别让他死。王叔叔打吃完三发以后，别长 C 啊，打两个回来。安抗补，还有谁？五队的耐力，云南两米线的耐力，给他补一下。把什么东西扔地上？云南两米线你不用进，去哪儿啊？看一下。还不如海苔好吃，关心你吗？
喂，大哥，你没声音了。你不吃海胆的吗？不吃。你尝一尝。喂。还没这个好吃。很香。人家海胆还可以。等一下吧。这一盒9800，一口就900，你在说机关了？你妈，你吃黄金呀、啊？一盒9800，你吃黄金都要，你在吃黄金吗？你在？是吧？这么尴尬。喂，大哥，我看你麦克风亮了，但是没声音，什么鬼啊？电话的吧，应该是接电话的。你看你名字，你看你名字在哪？哎，掉了，我的。开了呀，看到名字挨队打上去了。开没开？在等你。要不要我也无所谓啊。不是大哥，你不开麦啊、哦？这颗孙过不去啊、哦，大哥。我救一下，救一下。在不在？哎，安徽电信啊，还是这么稳啊？那三个 T 就在大饼这贴个墙，不进去的那个 T 啊。大哥，你这个定聊的位置。你给他插一个吧，去随便插个位置进去吧。电疗你在哪呀？给他位置，你给他插一个吧。哦，电疗你在门口站着就行。忘分你不用进是吧？在门口。对。没，就在门口那个右下角的位置。哦，分错了，分了两个12的大板位，看到没？你在外右8，就门口的位置，奶血就行了。我救一下，人都在吧？在的话开了。知道自己的位置，然后都在的话可以打的话。救一下，来给骷髅一个盾，超快！来，骷髅321上，上呀，香瓜，蓝金水墨，上好，占位置，跟月亮重叠的人呢？目前跟月亮重叠。上好血，远离废水的交界口。相关，你跟悠悠近了点吧。哈哈，黄叔叔站这么远还被点了一下，我。你散开点。来，远程准备打小眼了。打小眼，6点钟的位置红眼先转。6点到12点走一下，12点到6点的人可以不用动了。走360度，别往回走啊，别害人啊。这谁呀、啊？我操，闪现牛逼，全在我眼里。他人不在，但是没有说他在挂机。你上吧。死了。怎么破甲都不打呀？那个闪耀啊。他妈的！他吧。怎么破甲攻击都不打呀？狂暴战不是要打点破甲吗？看着自己输出不难受吗？来，这边回位置。小野，大满第一时间给我打断，把你们的那个……哎，这个逼怎么回事？先打断再说，别让 nice， 我操，肤浅！哥们，你往左去一点呀，方块。我好怕呀！没有自然放的，等一下。他差点把别人害死，失误了，应该我往右边来一点。
啊，他往右边射，我就往左边去一点，我的位置比较中间。下包六点，我其实比较好。所有人打小眼，所有人打眼，先别打 boss， 先把小眼打了。小眼小处先打了他，还是顺时针，小眼小处打了他。对。来十一点有一个利爪出击，把他打了，我打掉了。OK， 打 boss， 打 boss， 所有人北场分，南场进门口的位置。哎，妈了个逼，有一个人，拖站没了，拖了。门口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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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门口，替准备接啊！我操，打我脸上！上面把图腾先刷一下，上面先把图腾刷一下。来，606，是吧？拉好拉好，五层破甲挂上去啊！可以问的，你们的先打一根。法师第一时间先反制啊，先反制，然后盗贼全挂上去。然后所有的狂暴战都给我去打小眼，都给我去打小眼。萨满脸上的小眼可以先那啥，先那个地震术先打断。下血没那么急啊。对，可以给老客挂点破甲。传扬魔眼在吗？打个一。他打字了吗？看不见。打了。来那个、我们狂暴战有点憨憨，每个人都不注意 boss 上的 buff 的，不注意 boss 上 debuff， 一阶段他妈的 boss 都没有挂破甲。来，据说右点，盗贼挂上去给事，所有的狂暴战法师出出去打小野。萨满到了就插一下。法师，你们的队，我去那边吧，我去那边看。里面怎么还有两根啊？有点打了。我去这里。万一等会儿那个触须刷到那个位置，比较尴尬。大眼打断，大眼打断。本来你狗在说。被一面团点大点，大眼打断，就他会一面。操，这里打死了，没战术了。变大红了。六点钟啊，六点钟，六六爱溜达悠悠，你们还要再处理一波。去转看那边，还要打一波小野。展示一下，打一波大处。要被弹飞。接。等一下，先把里面别打下去了。里面冷静啊，冷静，先把小野打了，十二点的小野，来打了。里面别打，冷静，所有的狂暴战。两个度都去打 boss， 打所有的狂暴战打 boss， 所有的狂暴战打 boss。大满换杀一下你们的图腾，风之优雅风度，开始杀啊！你看骑手开了一套技能，到这里又差一秒风度，懂我意思吧？大满，大满能自洗吗？那个米叉叉，叉叉。人背的吗？能洗就直接洗了。那个电兔子去三队刷图腾，打了30%啊，能进斩吗？应该进不了，进不了。老样子，重复一遍。人群散开，扣血。两把下血，两把当前地的血。我操！我又进去了。别急，来里面法师来两口了再出来。关键一个都没有。右化肉把右边打了。眼球，第一时间先打断，先打断。十二点的悠悠，打呀悠悠溜达，他们俩本来就在十二点。不用挂切割打这个怪，两发背刺是最好的，不挂切割。大麦把图腾插下。一星切割回不了能量，打只能打一个背刺，直接两发背刺。里面抓着一根打，打巨处的打大处的时候要一根190，一根180是咋回事？打大处的时候要挂切割。美男子的血。
再打一发飞驰，应该还可以打一发。我也把我这个第一，在我的侧线，服了。下一波巨野啊，打好！来把右边打了，左边留个两千血，随便杀我奶奶。哥，你在里面看吧，能打吗？能打，能打掉吧。别打，别打，别打。外面外场清空了，里面能打掉吗？里面没人，里面没人，死在地上。里面能再打一波巨树。里面留个血，留个血，留一口，留一口血，留一口，留一口，留一口。哎，打掉吧，打掉吧，不错，打打打。哎，刚好，刚好，刚好。刚进去就打死。哦，别走，就原地拍装备啊，原地拍装备。啊，来个屠神吧！再打发飞驰吧，打不出来了。耶，什么东西？啥？黑。哇操！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！别走，别走，就在这里拍，就在这里拍，就在这里拍。对。来救一下，救一下那个小二黑，跑一下吧，小二黑。没救不了。大哥，给我把大饼拿了，我在这里拍装备。要说啊，很晚了，就搞快点，兄弟们，就拍快点。有300荣耀吗？这个思维之戒，风暴思维之戒，定瞄300啊，倒数了，300。小青是哪儿的呀？等等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交易兄弟。然后这个项链自然抗的300荣耀吗？600，我倒数了，600，倒数了，5、4、3、2、1。这个图纸估计白送也没有。这个肩膀闪现毕业的肩，300荣耀吗？不讲，最高，这应该是最高治疗法上的吧？没要我就下来见了。图纸你要来交易我，交易我。这图纸你们谁要？可以五点了，这图纸9个点，谁大谁拿。荣耀的话，这个治疗吞噬者之戒300，也是定瞄300哦，能要我倒数了哦，400。格子不够。再拍2件的一起捡吧。900P 了是吧？900倒数了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交易我。这个也300起啊，兄弟们。哎，这个强者手套1000起吧，兄弟们，看错了，我以为是那个治疗的手套，强制者手套1000起，一命中的。啊，好像等不了了。你等降价等不了，拿的人有点后背的。那这还没开，一换八千。这个团挺黑的，没出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可能就双子结账能拍点钱吧。2000了，2000币了，然后到手了2000。表现。这个才是穷哥们团，我操，太穷了。我这边有，朴老师第一，帅有什么用？第二，刘我干第三。哎，可以，还可以，能拍起来。呀，强制者手套他妈的不充一下5000金以内随便充的呀，2500别吧，哥们儿们。好，压一喽。这个防御者手套300有要吗？帝王花300有效啊。没要我就倒数了，信念手300，倒数了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交易。这个牧师没有啊，没有那个术士 T 的装备，术士 T 的披风，毕业的500有要吗？虚情假意的5有效，口中小喵喵6，帝王花的3。
700T 了是吧？700倒数了，数十 T 的装备啊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交易。这个狂暴战的自然抗装备300有要吗？哦，这个胸甲有，这个护胸。云南两米线的300有效，帝王花还要吗？帝王花400 P 了左，他 P 了左，400倒数了，五，好名字的战爹五啊。P 了是吧？那就倒数了，500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附魔100，这个15敏的啊，15敏的附魔100，看一下15敏的附魔606100，没人要吗？附魔，没人要，我倒数了，双手15敏的，手套，倒数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交易。你先拿走。这个奇拉之路2000起，不前2000啊。硫武钢3000，35。49，好名字的战爹49，这些酒留我干屁了，付钱你还要吗？记得是吧？4900到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来交易。哇，这个还可以啊，拍了4900，这个还行啊。这个有两件啊，上满法师术士小德。2.5的鞋子跟肩啊，1000，取钱啊。恐龙小喵一件还是两件？两个一。恐龙小喵喵和定疗1000有效，随便杀一，11。5000金的话等于150块人民币吧。但是这个逼又下线了，大哥你调一下队吧，两个14 15随便杀15，5000金等于150块人民币吧，两个16，卖了的钱都归团长吗？卖了的钱大家分呀，都归团长是什么鬼啊？他一个人来打本的吗？当然不是呀。随便杀个17跟恐龙小喵喵的18，两个18。现在便宜，魔兽怀旧服贵的那会儿是我们刚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战士号拿一把，两个18 P 了是吧？拿了一把，两个18啊，上手了，拿了一把死招，好像是500分买的，我们一分是30块，那把死招15000。战士猎人盗贼的两个1000，肤浅和606的有效。哦，606你得加钱了，快快快，搞快点都，不早了。跟团长说一下，那个团长工资可以邮寄吗？要先撤退的。
哪个是团长呀？一个19，一个2000哦，倒数了。这个是团长。一个19，一个2000哦。团长不在，那等会儿吧。5, 4, 3, 2, 1。哎，可以，尤金，那我回了。这个治疗的手